没错，但这一家很厉害，虽然，这里是台中，你冷静一点。对对对，虽然这一家是刚刚那个舒华的那个梦想清单里面没有写，但是因为你是不是很喜欢？宠物动物啊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这一家赚到了，怎么样？赚到什么？赚到了！这一家是猫咪餐厅，猫咪咖啡厅，一整栋的，可以说是台湾最新最大的哇猫咪餐厅。但它有甜点吗？刚好有，那不是重点。你也可以吃，你想吃就吃，但主要是想要介绍给你这个地方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只猫咪可以跟你互动啊。已经有很多只猫咪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老板娘吗？对，我是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家是开多久了？你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可以跟他们玩。你拿，然后你跟猫玩哈，他想让你回家。有，哎。老板娘，所以这里有总共有几只猫？我们店有20只猫咪。20只？对，开这边就是因为平常都有喝咖啡习惯，那也很喜欢喝咖啡。再来就是对猫咪有小有研究，也会训练他们。对，我也会。就比如说叫他们名字，就会过来。对对对，阿瑞，阿瑞是来 Lucky。哎呦，越来越多朋友。有因为的，好大，好大只，好大只。已经作为我们店里现在最大。超大。坐下来，让猫来包围你好不好？然后不就集合？那就会超靠近我了，这样。你喜欢猫吗？哦，我喜欢，我家有养只猫，就是一般橘猫。哦，橘猫，会吃哎，恭喜你。哇，破带回来的。哎，你是客家人哦？对。我也是哎。对啊，大阿婆，我们家会大阿婆。老板娘，你还有什么空间可以介绍一下？你们是听说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双店面打通，那一楼是宠物美容，二三四楼是猫咪咖啡。我要带一只回去。三楼是跟猫咪互动的区域，什么互动吧？可以用逗猫棒这样让它们跑来跑去。哇，对，叫，哎呦，可爱，哎，真的大集合哎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阿瑞，阿瑞在这，你可以叫不在这边的叫 Lucky。Lucky， 别打 ，Snow， 想跟你回家，对啊，很适合你，像仙女放在手上这样，或者是直接就是地上，对他们就是会吃。啊，这只是 Elsa， 也是美尼库恩，它就是银白色的，吃完，哇，这太疗愈哦！我离开这个镜头，尽量拍它的特写哦。板娘是不是除了这个互动的空间？是不是楼上还有？还有，对，我们楼上还有。哇，楼上是户外的耶！哎，对，户外，好棒哦！哎，有一只猫在那。哇，它是我们的那个萨摩第一只猫。哦，对，比较大是吗？比较大，它现在7岁了。对，这个空间很舒服，就是半户外的概念。这边是透风的。这个的话，就是猫咪不会跑出去，那它平常也可以晒太阳。OK，OK。对。啊，可爱，它耳朵好。好可爱哦 ，Danny， Danny， 哎呦，休息休息，超好，超喜欢，我喜欢这里，满意吗？赞赞赞赞！你怎么会找？也是多拉跟我讲的。你不要再说我。这一家很赞，这一家很赞。赞赞。你想还想再来玩吗？哦。哦。就在等他这句话。啊，棒！那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个段子啊，关键是谁的？我已经哦尽力了。中了2个，我已经开心了。意大利面跟这个。来换朵拉的。换我啦 ，OK 啦。应该很懂我，猫咪满意啦。哎呦，我接下来了解他私底下的。对对，就是后来刚好有机会一起吃几次饭，就知道他私底下。对啊，你爆料一下，透露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其实跟现在上电视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哦，真的。而且他很酷的是，他在镜头前蛮有综艺感的嘛，就是很大方。可是他私底下，你又会觉得他是一个，就是他就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种。他就是你同学，那等一下要吃什么？就是这种感觉，应该没有刚刚的乡音吧？没有，乡音够本。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他在他
平常自己现在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说他是那个国际巨星啊，会害羞哎，因为他不能一直夸他，他会夸不得，他就是会一直是越来越害羞。然后我就不讲话。其实说你自己一个缺点，你自己觉得今年度最想改变自己的，改进一个缺点。忘东西，忘东西，不然忘手机。有一次出去，就他就说我去领个钱，然后出去，然后把他整个钱包放在那个提款机上，就走了。不晓得，我这件事情都不记得，哇，太严重了吧？太严重了，我忘记了。你们很像是在聊一个另外一个朋友，好笑，这个好笑。可是我一年我要办卡，重新办卡，差不多要三四次。然后我一进银行，然后他们就是，哎，这里整个完全不用讲，他们就知道我还在办卡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又不怕，但这个是好事，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对，超级对。